化繁为简，贴近问题，找出关键，迎刃而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，说一个词，不知道几位数哦，哈，但知道个位数是四，放到首位变成三倍哦。那你不知道几位数，你就无法设方程式嘛？那我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既然个位数是四，那我们就放四嘛。那放到首位变三倍，那我们就乘以三啦。那三四十二进一，把这个二拿上来，二三得六加一等于什么？七，进把这个七拿上来。三七二十一进二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一三得三，哈，加二等于五，把这个五拿上来，三五十五进一，把这个五拿上来，三五十五加一等于16，进一，把这个六拿上来，三六十八加一等于19，进一，把这个九拿上来。那三九二七加一等于28，进二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三八二四加二等于是26，进二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三六十八加二等于20，进二，把这个零拿上来。零乘以三等于零加二等于二，把这个二拿上来。二三多少？六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三六十八呢？进一。把这个八拿上来，三八二四加一等于是25，进二，把这个五拿上来。那三五十五加二等于17，进一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三七二十一加一等于是22，进二，把这个二拿上来。二三得六，哈，加二等于什么？八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那三八二四进二。把这个四拿上来，三四十二加二等于14，进一，把这个四拿上来，三四十二加一等于13，进一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三三得九加一等于10，进一，把这个零的拿上来，零乘以三等于零加一等于一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那一乘以三等于什么？三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那三乘以三等于什么？九。把这个九拿上来，那三九二七进二，把这个七拿上来，啊，三七二十一加二等于23，进二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那三三得九加二等于什么？11，进一，把这个三一拿上来，一三得三等于加一等于什么？四，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四拿过来哈？那元素是多少？一三七九三一。零三四四八二七五八六二零六八九六五五一七二四，总共几位数呢？五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，哈，28位数。那我们再来下一个变化的哈，因为这都变化题啦。现在个位数四，因为我们上次讲，以前讲是四啊，放到首位变四倍，然后我们现在变三倍，那也可以变两倍。那我们嘉陵高，它也是这样。那我们要把事情呢，复杂事情简单化嘛，哈。既然个位数是四，那放到首位变两倍，那就乘以二啊。那二四得啊八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那二八十六进一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二六十二加一等于13，进一，把这个三拿上来。二三十六加一等于什么？七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啊，二七十四进一，把这个四拿上来。二四得八加一等于什么？九，把这个九拿上来。二九十八进一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二八十六加一等于17，进一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二七十四加一等于什么？15，进一，把这个五拿上来。二五得十加一等于11，进一。好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那一二得二加一等于什么？三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那二三得六，把这个六拿上来，二六十二进一，把这个二拿上来，二二得四加一等于什么？五，把这个五拿上来，二五得十进一，把这个零拿上来，好，零乘以二等于零加一等于一。
好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啊，一乘以二等于什么？二，把这个二拿上来，啊，二二多少？得四，是不是相当于把个位数二四拿到首位变，哈、哦，变成两倍啊？四在这边哈、哦，那元素多少？二一零五二六三一五七八九四七三六八四，总共几位数？哈、哦，总共来说，我们是这边是五十，那十加什么八，十八位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找错老师，数学很难；找到名师，数学好玩。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还在为数学烦恼忧愁，想得解脱，救星在此。奈 ID 0918568516，金哲老师。